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想来计算一下，计算什么东西呢？想计算一下我们班上这十个同学，我先设五天满哦。这十个同学的总分在这里，他们的名次是第几名？好，来，Excel 是这样哦，你越厉害，做事情越简洁越快。那其实有很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来，我可以先依总分来做排序，所以把资料全部选起来哦。然后接下来在资料这边可以做排序，要点排序。依什么排？总分啦、啊，总分的地方，那储存格呢？总分是由最大到最小，按确定。所以各位看一下，这顺序很棒哦。顺序的话呢，我把它收起来一下哈，右上角这个，好，374370最后一名317，第一个打一，第二个打二，选起来我就可以把名次做完了。哦，这样，那我再把它选起来哦，再依什么排？依座号排，再一次。资料的排序，这时候在一座号由最小到最大，那就可以回复原来的资料。哦，第一名是一号，是第二名啦、啊。张佑文呢是第九名。老师，我想用一名次来排，再来、啊，再排一次。资料里面的排序，这次的排序换成一名次，由最小到最大。来，请各位练习一下，这是 Excel 最基本的方式，使用排序的方式，然后呢，打一打二，选起来按两下，这叫自动填满的方法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。